地主耶稣基督内面请问兄弟姊妹平安，无论你即久伫倒落，恩满主耶稣基督会听，主耶稣基督出人意外的平安，甲你撒甲伫咧。人开始以前，咱先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真感谢你，感谢你伫过去日子内面的看顾甲保守。因为你的看顾保守，让阮有法通伫这个真无平安的世代内面，阮永远有法通寄望伫遐来仰望你。这个世界真正有予人心惊的代志，但是阮总是知影伫主耶稣基督内面，阮正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毋是人有法通掌控的。这个平安乃是主耶稣基督的疼里面，正是有让阮对天顶来的平安。即阵阮已经被放好势来别听你圣经的话语，求主你来安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阿望阮有法通伫你的圣经话语里面得到鼓励，得到帮助，跟得到力量。祝福阮刷落去的点钟，听阮伫你面前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我细汉时吼有一条真出名的歌，叫做《世上只有妈妈好》，差不多是安尼唱啦。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这条歌吼，在我那时吼是真正流行的啦。真侪人听了这个歌哦，就是会流目屎。这个歌是讲到是讲妈妈会疼，但是我家己想来想去哦，还是我伫里啊荡来荡去哦，敢那无有一条歌讲世上只有爸爸好呐。所以你到后来哦，到真侪年后啊，差不多三五年啊，差不多十年以前哦，有一个歌星哦，伊写了一首歌叫做《父亲》。所以这条歌是唱出来哦，哇，流行到大江南北。迄个是因为广告是真实的爸爸出来的听。这个世界咧，真多哦，有写到是讲到母爱啦，但是我感觉讲是较少淡薄哦，写到是讲到老爸的听。所以我今天早起要在这个所在要爱家庭的分享这个对白，叫做最美的祝福。在这个家庭里面，老爸最老爸的是其实最这个老爸，我来赞扬真多这个家庭的祝福。另外赞扬我通老爸应该赞扬我通和这个家庭真正我通得到第水的祝福。所以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是讲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五十四节里面，也就是讲到这个老爸的疼。其实这段经文差不多在去年时候我已经有分享到两次讲到这个经文，我相信你来读看到这个经文，你会看起来有小块的印象。我这个再来给他淡薄再来温习一下这个经文是讲到什么？他说这时候耶稣是到这个所在，到加利利的加拿的所在。这个所在是什么所在呢？就是他尽情变水为酒的所在。OK， 咱看到这个这时候耶稣是在加拿的所在。但是呢，另外呢，他说到有一个大官，他会怕呢，在哪里？伊讲是伫加别农底下来怎样，底下来判兵。所以呢，这个大官呢，听见耶稣伫加拿呢，所以伊就是立刻就是去到迄个所在去找耶稣。当伊找到耶稣的时阵呢，伊是求耶稣将伊的门徒提到耶稣面前，祈求耶稣，讲耶稣，你爱做去我的厝内底下来医治我的囡仔不？耶稣下不会再讲，耶稣听到伊听明啊，知影伊的意思，所以耶稣一句讲了一句话，伊讲：，若唔是看见神迹，其实恁拢总是唔信。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牛头不对马嘴呢？人有法当尴尬的哦。在这所在耶稣底下来有批评这个人的意思。但是这个大官无因为耶稣的这款的批评呢，伊就是无继续在迄个所在来找耶稣的帮助，乃是底下来结束下高者，伊讲迄个大官讲先生。以及在这所在称呼耶稣讲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囡仔也未死，你就落去来帮助来医治我的囡仔。OK， 耶稣听明白这个大官的祈求，所以这个耶稣看到这个人的目睭，来讲一句话：，摩米人啊，你这个倒去吧，你的囡仔活了。在耶稣的回答里面哦。人会看到，其实伊个肝其实是死了，因为耶稣讲你肝肝活了，所以意思是讲死了。所以这个大官唔知影伊离开出来，伊个囡仔已经死了。但是这个大官呢，听见耶稣甲伊讲一款话，圣经讲伊就倒去了，倒去伊家己个厝内去。第五十一章里面讲，伊正倒去的时阵哦，伫路顶哦，伊拄着伊的仆人伫出来底下来找伊，所以伊拄着伊的仆人，伊的仆人甲伊讲一句话：先主人啊，你免去找耶稣了，你的人你的囡仔已经活了。所以这句呢，这个大官呢，真正稀奇呢，伊要创一项代志，伊要问这个仆人啊，你甲我讲。我的囡仔是第时何世啊？所以这个牧人就甲伊讲是第时何世啊？所以呢，伊知影第时何世，牧人所讲的是第时，伊的囡仔第时活咧，这是因为耶稣讲你会敢活迄时迄个点钟。所以这个大官就知影是啥物意思。所以这个两个人倒到伊个厝内去，圣经讲到末了。路尾的所在是讲到，伊的全家拢相信耶稣基督。OK， 伫这个第二天，圣经讲是第二件神迹。伫这个第二天的神迹里面，然后我当看到伫这个所在看到这个老伯的疼，这个老伯伫面对伊的囡仔破病所反映出来的一款的反应。所以咱看到哦，我相信哦，唔单单是这个老爸，这个大官老爸哦，是有安尼款的反应啦。我相信哦，正常的老爸哦，那你着拄着你的囡仔破病哦，你有安尼款的反应哦，我相信是一款正常的代志。因为咱知影，咱的囡仔就是人的怎样，人的全部。人那囡仔出世。人的目睭怎样啊？人的目睭、人的目光、人的思想，拢是伫人的囡仔身顶，对不？我讲，人的囡仔是人最老爸的心头肉，对不？我相信啊，那是最老爸、正常最老爸的人啊，哦，人有安尼款的感觉。另外，我有伫有一个所在有沙巴这个菲律宾人，伊个牵手哦，伊个太太哦是男男呐，所以我才有沙巴的。那这个菲律宾人有一块特别的所在，为什么特别呢？这个伊个最近呢，伊需要去外面去最近。了呢，这个最近呢，跟这个沙拉利，这个工资也贵啦，所以呢，差不多去一年去差不多八九个礼拜，然后就多来，所以因为一间跟金工资很高哦，所以每一摆去出去多来呢，怎样啊，也熬开钱啦，所以你看到伊个牵手，伊个这个牵手民宿要去最近的出来。所以逐摆出去倒来就真侪神经互伊，所以免挂虑啥物，因为出来无囡仔吼，伊无伊个目睭吼，就是伫遐来看怎样伫遐来享受，
怎样去到旅游，怎样去买好的物件，怎样去吃好吃的物件。所以呢，几六年来无有存真多的钱，无出来无有真多的 saving。这个就是菲律宾人的个性，对不？但是这个人呢，伊的年纪呢比我大差不多，我看有七八岁不？我拄到伊的时候，我囡仔已经两年了。啊，我已经囡仔已经出世了，但是呢，伊原在久无囡仔，所以呢，有一摆啊，我听到伊讲，伊牵手断线了，了几个日了后呢，伊牵手呢怎样？伊牵手就是用囡仔了，用囡仔时呢，我讲我牵手就是到边厝来去看伊囡仔，甲伊牵手，但我拄到伊的这个菲律宾人时哦，我甲伊讲一句。叫甲伊讲笑啊，讲笑，讲笑，讲一句话，伊也是爱听。讲什么话呢？我讲，我甲伊恭喜啊，我送伊一句话。我讲，这个男孩子搞这个男人第一段的区别是什么呢？一个男孩跟一个男人的区别是什么呢？伊问什么是什么啊 ？OK， 伊这个菲律宾人啊，伊也爱知影这到底是什么啊？我甲伊讲，就是这个囡啊。好 ，OK。有要哦，咱追老爸的人哦，咱这个追这个男孩子哦，你若无有囡仔哦，你的目睭原在是伫外面的，你若厝内有小寡钱哦，你的目睭啊，伫遐来怎样享受，怎样 enjoy the life， 对不？你要爱去买偌好的手机，你要爱去买偌好的物件来享受，你要爱去吃偌好吃的物件。这个是讲到这个男孩子的生活方式，但是讲到这个男人呢，是讲到男人是讲到一出来有囡仔时怎样，一个男孩就是有小关无善了。所以咱知影哦，男人甲男孩的区别就是出来的囡仔，我唔知影你会赞成不？咱真侪时哦，咱顶摆要去，但是咱来厝内有囡仔时啊，人的生活就是有小关无善啦。咱刚刚在看啊，这个伫这个所在有一个老伯，我相信哦，伊囡仔破病哦，我相信你甲我也是正常，会伫遐来挂路，会伫遐来担心，特别是伫这个真正严重的病内面哦，破病内面哦，我相信你甲我唔知影，坐也唔是，倒也唔是，暗暝也食袂落去，暗暝也无法通困。我是这个是每一个最正常、最老辈的人是这个正常的反应。那接着来看，我讲伫这个老辈吼，伫这个所在，伫这个所在也有一款无正常的表现出来。敢那安尼讲呢？我相信啊，那囡仔那。破病，我相信这个大官了哦，已经去找真多的医生，去吃真多的药，去做想尽真多的办法。但是相信伊已经行无路，行无办法了。只是咧，伊听到耶稣来到加拿这个所在，所以一句有一个想法，就是讲阿妈一句咧，无办法的办法时咧，一句要去找耶稣。听到耶稣，我能行神迹，我相信耶稣也是，这个是伊的 last choice 来，我当医治伊的囡仔。我讲伊无正常，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句咧，你家想看卖啊，伊出来有无灵着无？伊这句会做名，伊家己去无？我讲啊，伊这句会做车牌，伊的无灵去加拿大所在来请耶稣来到伊出来无？会做无？我相信会做。这句伊。哎，最伫点伫出来，伫遐来照顾伊个囡仔。咱讲啊，万一来讲啊，这个后来哦，这个囡仔好势咯，皆大欢喜。咱万一讲啊，这个来囡仔未好势怎样啊？其实啊，伫中间哦，伫中间哦，迄个囡仔已经死去了。如果来讲这个大官哦，去加拿去请耶稣到来时，耶稣了无来，到到出来嘞，啊，也囡仔死去了，所以怎样嘛，两头都空着不？所以正常的这个老爸嘞，怎样啊？会听的囡仔的身边，那万一有出着什么问题哦，这个老爸我当陪着这个囡仔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口气。迄个真无法人，无何人，这个最老辈人伫心中留落这个遗憾。
at least the kina the last breath di ti ye xin bing di ha lai an wei di ha lai wo gong zhi ge lao bei bo zhen xiong yin wei yi zhi gu le xuan de ke ga na he ge suo zai ge qian ya suo lai dan shi zong shi di zhi ge zhi ge gui ye hing dong lai ming ho lan kua liao zhi ge wei yi ge yi ke wei fu de xin zhi zhang yong di ha lai zao ji zhang yong di ha lai gua lu zhang yong di ha lai tian zhi ge kin a我相信哦，每次嘅最正常最老辈嘅人哦，你甲囡仔叛变哦，你甲我正常嘅反应是就是安尼。人嘅囡仔在食无好势，你也是食无好势。人囡仔啦，阿咪堕落啦，叛变羞羞，你甲我最老辈老母嘅人哦，就是无法当地下来怎样正常嘅生活，因为你甲我目光目睭拢是伫人囡仔嘅视顶。哦我相信你跟我也是三等的情形啦。我会记得我出来有一摆啊，我老三啊第三个查某啊是卡罗琳。我会记得哦，伊差不多出生四月二的时哦，有一摆啊，我伫教会内面哦，迄日我也是我的 off day， 伫我伫出来啊，我是啊早起上啊。是大第二去读册时哦，所以提出来了。因为迄时哦，教会的一寡代志，现在变无闲，所以我伫啊提出来创我的一寡代志。所以我去牵手伫灶卡里啊来煮食。所以我死黑个囡仔，因为我迄个厝哦真妥当，看到囡仔应该是安排互伊家己去剃头啦。应该是讲无啥物大，应该是较妥当咯，所以提下来。但是我牵手呢？有时指甲的时候目睭我才会看到我的囡仔啦。我这个卡罗琳呢，伊所以啊，差不多迄时呢，伊迄年咧伫迄个所在剃头咧，和伊一寡唔知去倒落去推到迄个蛇啦，所以伊个脚前遐有一寡蛇伫迄个所在底下来剃头。所以到这个开始时候隆重隆隆好些，所以到这个点钟哦，感觉听到啊，咳咳。啊，吭吭的声哦，但是我以为无啥物，我是伫遐咧无较注意啦，我牵手较注意，我牵手听咧，我见啊卡罗拉伫遐吭吭咧，就去看者，去看者，哎，走开，我再顾伫遐咧指甲，伊听着囡仔伫遐来，吭吭去啥物代志呢？去看者，哦，惨咯，原来这个囡仔咧，嘴内面哦，将伊个头前遐真侪抓吼，一抓一颗一颗抓伫一个面前哦。但是咧，无水咧，将伊个伊袂晓啊，迄时袂晓将迄个蛇咧甩去嘴内面啊，将迄个吞落去。所以因为迄个蛇哦真短啦，所以卡着迄个喉啊遐啦。所以这个囡仔无法通呼吸啦，所以就有吭吭吭的声音出来。所以我牵手咧，知影这个吭吭的点子咧，就赶紧去走去将这个囡仔抱起来。抱起来时，来叫话，讲啊、老公啊，赶紧来看看，这囡仔惨了惨了，所以我可以看下什么代志呢？所以，我去考下时，我看到我的囡仔这个面哦，已经就是有小寡青乌去了。迄时看在已经有两三分钟，这个囡仔无法当底下来呼吸啦，底下来 breath。所以，我看就赶紧将这囡仔抱到迄个洗手间里面哈。所以问怎样怎样啊，就是伫后壁就甲伊啪啪啪啪啪，慢讲，这个我当底下来帮助伊呼吸哦。所以我伫伊边头，我看到这个囡仔哦，目睭啊露起哦，目睭真正底下来啊，老了脸面哦，真正乌起了啦。所以我迄时真正心，真正看到这情形，心真艰苦心，我就唔知影人就几个人疯起了，翻掉了，唔知影创啥物啦。所以，我唔知影你有难做啥物，所以心中只有几多处啊！你既然让我嫁囡仔，望你这个是你来救伊，你知影这个囡仔已经伫遐来危险的点境内面，主啊，你求你来救伊。所以我唔知影做啥物事哦。所以，这个愈来愈危险，愈来愈危险。我这个恳求讲。嘛，惨了惨了！这个囝仔，这个查某囝仔，看起来真大危险，囝仔看起来袂假咯，底下来嚎起来了。
所以我也是大，唔知啊怎样是哦。我就是伫迄个囡仔后边吼，就是重重的吼，牙嗯较大牙伫后边来只啪啪啪吼，哎啪几下。所以这个囡仔咧，看我突然间啊，将这个嘴内面哦，这个物件吐出来了，啪出来了，原来是就是一团的抓伫迄个伊喉内面，好我真大牙啪一个啊，这个抓就出来。我这两个人坐伫迄个所在，看到这个囡仔慢慢啊呼吸起来，我两个人目屎就是流出来。我看我牵手，我牵手看着我，我两个人无讲真侪话，我两个人知影彼此心中伫遐想啥物。接下来请你视频，我相信伫咱个囡仔大汉个家庭中，或多或少，咱个囡仔一定会拄着问题，对不？还是大的问题，还是小的问题？但是囡仔拄着问题哦，第一艰苦，第一艰苦就是人这个最父母的人。人恩望咱个爸，咱个囡仔有通健康的成长；人恩望咱个囡仔有通吃得饱，穿得暖。我相信是这个每一个正常最老爸的人心中诶，这个正常的反应。咱伫这个所在看到哦，这个老爸也是三人，看到这个囡仔哦，拄到这个问题时，我相信哦，他的心如啊火烧，第一焦急的就是这个最父母的人。咱也是看到啊，我讲啦，我伫这个所在，我甲伊想看卖啊。如果来讲啊，来有机会哦，伫这个点阵来这个大官哦。那有机会啊，还是会做哦。将伊个地位甲伊换，将伊这个地位啊甲伊换，这个囡仔个生命，我相信伊一定赞成啦，一定会愿意啦。我刚才想哦，这个最老辈人啊，伫这个所在哦，如果啦，伊用伊出来隆重个钱啊，我通换伊囡仔个生命哦，我看伊也是愿意啦。我刚才伫这个所在伫遐想哦，这个啦大官哦，这个老辈哦。如果啦，有法用伊的生命来换伊囡仔的生命，我相信这个老爸也是愿意啦。因为老爸最老爸的这个心，所以求主来帮助人。伫这个所在来看到这个最老爸的人对这个囡仔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老爸对囡仔的疼。所以最在座的每一个有真多刚才。最近仔的，也是可能最别人老爸的。你知影无？伫你大汉的家庭中，你知影无？咱的老爸为咱付出伊隆重的所有，你会赞成无？咱的父母伫咱大汉的家庭中哦，有可能你无可能看到，但是咧，咱的老爸为咱倾尽了所有。所以求主来帮助人，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圣经甲人讲，咱应该伫这个所在来孝敬咱的父母。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那有机会，那会条件，那这个咱这个是 COVID-19 啊，那有机会，那会里面甲咱的老爸讲一句，爸爸辛苦了，谢谢你。你会做甲伊指一灯。只一顿给他吃一下，不一定你只会好吃，我相信你老爸也是欢喜。那有可能，那没里面，有可能打一个电话给老爸说一下，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爱你。我相信你老爸怎样啊？会欢喜听到你跟他这样说。OK， 所以求主来帮助了，咱应该在这个所在需要的来孝敬咱的父母。咱接着来看啊，这个经文里面哦，咱刚看到啊，我请问兄弟姊妹啊，这个圣经无讲这个囡仔偌大汉对无？有讲无这个囡仔几岁？我相信这个囡仔无真侪岁，但是我相信也是无真少岁。敢那安尼讲呢？如果这个囡仔啦无啦较细汉哦，我相信啊，这个最老辈的人啊，哎，拖着这个囡仔怎样卖着囡仔去找伫只去？在头去找这个耶稣，
但是我相信总是因为这个囡仔吼，真大，看在真大汉咯，看在真远的路伊无法能卖。那接着来看，我问一下你这边一个问题哦。我问下这个家庭内面什么物件最重要？哦，你讲在这个家庭内面啊，什么这个家庭里面最需要什么呢？咱继续看来看这个大官，我相信啊，这个大官呢，伊真贵的地位了，对不？有地位了。第二，伊这个出来，我相信伊也是有真有钱了，对不？真有钱了，有钱有地位，你会出来佮欠什么呢？我请问在座的兄弟姊妹，一个现主持的社会的人，一个在那来追求地位，追求较有钱，那请问除了这两个物件以外，咱佫有甚物物件佫有在遐来予咱追求的呢？除了地位，除了有金钱以外，人佫有甚物？这个家庭内面佫有甚物佫较重要的呢？有人讲欠债是甚物甚物啊？有人讲是疼。我也赞成，疼是家庭内面最重要的。我请问，这个家庭内面有疼无？在是有啊，这个老爸对囡仔袂歹诶，这个老爸真疼伊个囡仔诶，对无？这个老爸若无疼伊囡仔，无差伊囡仔咧，无需要去加拿去请耶稣咯。这个家庭内面也是有疼，老爸也是爱疼这个囡仔。但是我请问，这个家庭内面。做老爸老母的，你知影怎样伫遐来三听无？我讲啊，你来，如果你比较诚实、比较实在哦，假使来讲啊，你甲我是袂晓怎样伫遐来听人的恳求，怎样伫遐来听人的囡仔？你甲我赞成讲，家庭内面最重要是有需要听。但是怎样伫遐来听呢？这个是两个问题啦。OK， 你讲我怎样伫厝内来听人的家庭的每一个兄弟啊，家庭的成员呢？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我讲一句话哦，只有承认自己不知道如何去爱，这个才是真正知道爱的一个开始。这个人伫出来讲需要听，如大声无一定是真会晓听出来人的人，对不？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有时我看到我的牵手，有时看到我的囡仔哦，怎样听呢？这个是真做我真哪里真大，做老爸的真大的问题。我讲我今哪里永远唔知影怎样伫遐来做老爸。我永远伫遐来下死，怎样伫遐来做老爸，对不？那有时咱对囡仔疼，有时啊疼结好个怎样啊，请做这个溺爱，会害了人个囡仔。有时咱家囡仔较恨了咧，咱家囡仔就袂亲。总是伫这个所在，咱请做这个老爸，你若是较诚实哦，我相信啊，每一个人真实个讲法。咱真正袂知影，袂晓你怎样伫遐来听咱个囡仔。那到底怎样伫遐来听囡仔呢？咱怎样主要听囡仔？那怎样到底怎样伫这个所在来听，来付出咱个听伫咱囡仔个心顶？啊，万咱个囡仔袂有这个因为溺爱而害伊个伊，袂因为咱对伊个听较狠，甲囡仔无亲，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我顶一摆有听到这个故事，看到这个视频，真正让我真感动。这个讲到这个家庭内面哦，这个囡仔吼心脏病哦，无办法，医生讲无办法，就是放弃了。无找到这个同样形状的这个心哦，换囡仔的心哦，这个囡仔就无救了。啥怎样去找呢？因为这个无办法找。所以咧，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办法，先是怎样啊？到老尾咧，这个老尾做了这个决定，将伊的这个心脏和伊的囡仔，只有安尼咧，伊的囡仔才有法当活。所以咧，这个老尾哦，将这个把这个心脏把动脉和伊这个
今仔迄个时个开之前哦，伊 record 了一几句话，甲伊诶今仔讲几句话。差不多这个几句话的大意是安尼讲的，伊讲今仔啊，等你活起来看到这个视频时，你的爸爸已经无伫咧了。但是爸爸爱交代你几句话，头一个你一定爱听你的妈，听你的妈妈，因为你伊是你第一大、第一亲的人。第二，差不多是讲你伫这个世界免去做歹的代志，你需要去底下来讲做别人的祝福。第三，你需要底下来贪钱，贪更加多钱，底下来供应家庭，孝敬你的妈妈。差不多伫这个伊的工位内面，差不多是在大意是安尼啦。所以讲了后，这个老爸讲了后，伊流目屎。我唔知呀，你甲我做老爸的人，有一日甲你诶囡仔工位时，你要离开离别的证言，甲你按工位占用，我才讲出来。所以那个视频啊，讲了我真正小感动。但是后来呢，我为着这个老爸呢点赞。但是后来我想来想去哦，这个老爸真正听见那条，但是佫有一个我甲伊想来想去，佫有一个你甲我几多多去哪去去哪里，佫有一个伫坐伫天顶的老爸，伊去哪里比这个老爸更加难听人？怎样讲呢？这个老爸是只是因为将将伊的心和伊的囡仔，伊将愿意，是这个新人愿和别人的囡仔，我唔知呀，这个老爸愿意还是无？但是咱今仔日这个坐伫天顶的老爸，咱讲天顶的主耶稣基督，伊今仔日愿意将这个心和愿意和咱每一个。甚至将伊的性命搬杀，为你甲我的性命搬杀伊的性命。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求主来搬杀啦！你知影不？人每一个人有亲生的老爸老母，但是佮有一个坐伫天顶创造你甲我的老爸老啊老爸，这个就是人坐伫天顶的爸。这个老爸呢，怎样呢？伊甲人伫对顶的老爸无相，伊这个呢，伊将伊的性命放杀予人，伊佫是来创造人的心，人的上主，伊佫是伫这个掌管这个世界的主。但是伊今日愿意为你甲我放杀伊的性命，因为你将，因为你伊放杀性命，因为你的罪，伊愿意代替你来死。代替我来死，因为伊的死，你甲我就免死；因为伊代替咱死，因为所以你甲我今仔日就免伫这个所在死伫罪恶当中。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伫这个世界上有这个老爸，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天顶的老爸，就是咱主耶稣基督，伊今仔日愿意为你来搬杀伊的性命。人讲到这个就是牺牲的疼。这个就是坐在天顶无条件的疼，这个就是付出的疼，疼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所以我说咱们问这个问题，你这个家庭里面第一块需要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第一需要是牺牲的爱。这个家庭里面第一需要的是什么呢？第一需要是对主耶稣基督来的听。这个家庭里面第一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家庭里面是第一需要主耶稣基督无条件的听。这个家庭里面只有你知影无条件的听，这个家庭才有第一需要祝福。这个家庭里面才有牺牲的听呢，这个家庭才有最美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让求主来开咱的目睭，让我们来夹目仰望咱迄个坐伫咱天顶、咱头顶、伫咱心中迄个主，迄个主是无条件会伫迄个在来听啦。咱家庭，咱伫咱个家庭内面，我知影吼，伫遐来。真多代志，我伫遐来庆祝，对无？然后我伫遐来庆祝男男女斗，然后我伫庆祝庆祝咱个囡仔牵手，
人也是有人庆祝伫遐来wedding 这个 anniversary。我在公司甲我庆祝伫遐来庆祝十年的wedding anniversary。迄个罗龙兄是顶几年哦，是伫遐来 celebrate 32年哦，我是十年啦。所以咧，人伫无相框的环境内面哦，人会伫遐来庆祝一寡代志，伫遐来大闹热，伫遐来大欢喜。但是我讲啊，伫你的家庭内面，需要一定需要伫遐来庆祝的是，你的家庭内面有一个人信主，还是你的家庭内面有几家人拢信主，是应该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对不？伫这个大官一出来，我相信啊，今仔日哦是真正是双喜临门啊！敢那安尼讲呢？头一项伊个囡仔活了，这个是真正欢喜啊一项代志。我相信这个是要伫摆几桌底下来请伊个亲人来食者。但是另外，佫一件更加重要的代志是啥物呢？这个家庭内面哦，圣经伫这个53内则内面，伊甲伊个全家隆重都相信了主耶稣。我相信这个是家庭内面的第一欢喜的一件代志。我相信这个是这个家庭内面这几年来第一需要值得庆祝的一件代志。这个全家内面每一个人拢相信了主耶稣，我们相信拢知影主耶稣成做伊大家人生命的救主。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求主来帮助人。所以我讲伫这个所在，一个家庭最美的祝福是这个家庭今仔日得大的祝福。我讲这今仔日是这个家庭最美的祝福，因为这个家庭今仔日哦，隆重的家庭的人，每一个人隆重中信了主耶稣。亲爱的兄弟姊妹，如果你来家庭内面有一个人也未信主，我相信你的心愿在伫迄个所在底下来挂路，对不？愿在迫切迫切伫迄所在为你未信主的家庭的人伫来都祈祷，所以愿主来帮助人。我问我讲，最美的祝福，人的一生最美的祝福，人的一生第一岁的祝福是什么呢？是这个人信主。我讲这个家庭内面第一岁的祝福是什么呢？是这个家庭的人每一个人拢信主。因为这个是家庭内面第一大的祝福。到了最后，给在一摆祝每一个最老爸的人父亲节快乐。我知呀，在座的每一个老爸，你甲我的责任哦，你跟我的责任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还是好一寡好的生理？我当老了好紧啊，还是我当起贵的厝，较水的厝，我当老了好紧啊，还是有买几辆较好的车，我当老了好紧啊。咱总是做一寡物件伫遐来避办好紧，咱个边啊，我当活着较好的环境内面，但是总是无袂记哩，一定无袂记哩。咱需要将咱第一岁的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伫遐来拍洒好咱个囡仔，咱恩望咱个囡仔，我当信主，咱恩望咱个囡仔，我当尊主为大，咱恩望咱个囡仔，我当伫迄个所在来侍奉主。我讲这个就是这个家庭内面，还是你伫你一生中间第一大的祝福，你会赞成无？愿上帝恩典底下来感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甲我恩望，你的家庭内面，我的家庭内面有拄着主耶稣基督伫咱的家庭内面，才有第一岁的祝福。愿上帝祝福大家。